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Last tim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喜欢被一个硕大的鸟巢所占据。男网友说，寨里住着一对喜鹊夫妻，每天从台上奋力突出的，成绩上的还算乐家人的模样。初十左右，这个喜鹊来了。完了以后，一开始端树根哈，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把这金子把那个小筐往里一清理啊，我一看你太完了搭窝，我觉得要把它留在这儿，把这里面给它清理干净，它自己去搭吧。一些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，这对喜鹊夫妻在小区居住多年了，原来住在树上，后来因为有关部门为了防止低压线受损，工作人员把树给砍掉了。玩了窝的喜鹊夫妻又不愿意离开小区，于是就在王先生阳台上安了家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. Repeat after me 十. 十.